我今天有特别特别特别打扮，大家有看出来吗？我很开心，就是因为最近其实也有一阵子没有直播了。一身全红裤装，大秀火辣美背，艺人小贤在11号爆发婚变后休息近一周，先前首度复工参加综艺大人们录影，接着再开直播，可以让我的就是皮肤啊由内而外的展现出好气色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需要努力重新振作。小贤气色看起来好许多，更默默透露自己心境。我今天特别早上就起了个大早，然后把自己保养好，然后上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气色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稳稳的，然后漂漂亮亮的。不只对自己精神喊话，小贤打扮也暗藏小心机，不仅露美背，胸前更一路开到肚脐，傲人事业线若隐若现，网友纷纷涌入留言力挺，给他加油打气。有机会我会再跟大家直播聊聊天，谢谢你们哦。那最后送大家一个红毯的台步，展现自信，脸上挂满笑容。小贤一甩婚变纷扰，就盼自己能迈开步伐，漂亮往前走。三立新闻徐富杰、陈文君台北报道。